前住台北，入住的钱是999，这大概是我自费最贵的一次。带大家看一下房间，这里是厕所，把它推开，有点难推。好，下面看一下。哦，是吹风机，看起来蛮简便的，但是干净那么漂亮，干湿分离，比我想象的小很多。然后这个是拉，看一下它的，描写是什么口味？这个是我自己有买的，就是有的有抗痘之类的，好，然后来看一下床。总之，我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很大耶。不过一个人住也是够了。然后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台阶，然后床就是双人床，电视，然后它的。墙壁嘛，墙壁感觉有一种镜面的感觉，所以就是靠着镜面就有点稍微映到我自己的感觉。然后桌子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遥控器、面纸，好像就这样。然后他可以自己去那个外面柜子拿室内拖，这是夹脚拖。反正他鞋不能穿出去，或者是袋子也不能不见之类的吧。这间叫做 Two Hotel， 好像台北有两间吧，一间在北侧附近，一间不太有印象。反正今天就是要睡这里，床摸起来还不错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